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快乐的幸福中外家庭，欢迎你们！哇！欢迎大家！哎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！哎，这个人是谁？你知道吗？这是雷锋。哎呦！哎，妹妹叫什么名字？大喜。那弟弟叫什么名字？罗振宇。那是你可爱一点，还是弟弟可爱一点？我。漂洋过海爱上你，冲冠拿下没问题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对中外丽人，他们的闯关方式是一对一对男女同时上赛道，看看哪一对闯过的这个关数更多。是的，第一对手牵手，手牵手，一起闯关，开始，息息相应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的中外恋人现在开始携手奔向我们的胜利终点。哇，步调一致啊！两个人需要，哎呦，这是心心相印哦，非常有绅士精神啊！暂时的分别是为了永远的在一起。哎，但是你的搭档现在已经在二关的落水了，但是为了你们的成绩呢，要加油，注意！闯过了第二关，哎，第三关的考验。哎呀，好的。那么两个人加起来呢，合着一起算是过了三关三分。加起来了第二队。啊，快跑快跑！我们俩划着船儿。来，注意啊，我们现在一人是过了一关，也就是两分积分了。这是比较麻烦的，这个如果是这种状态是比较麻烦的，撑住撑住，这个很难在于再前进了。这个保持其实相当不容易、啊。奇迹出现，奇迹真的出现了吗？有可能吗？真的出现吗？会出现吗？哇！他能过去吗？天哪！太厉害了！加上一分或者两分的，就要看看选手的表现了。转盘，注意。要转到外圈来，哎，这个转盘竟然被他克服了。那么现在他已经拥有四分的积分了，自己都没想到可以闯过第三关。思考一下每个动作应该怎么做。没错，漂亮。 哎呀，就差一点点。那么我们这组呢，最后的积分呢是四分。冲啊， Let's go！ 加油加油，跑起来。哇，小公主在给你们加油哦，妈妈加油！夫妻同心，齐力拿奖。好，女生这边要冲起来啊！骰子踩中间，哎呦！爸爸加油！好，我来想办法到第二个转盘。哇，你看两个小朋友好可爱，在一直关注着爸爸的动态。哎呦，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的中外组合呢已经完成了我们今天在智勇大冲关的比赛。当然了，在这一组当中表现最好的就是大明这组。哇，他们获得的奖品呢就是华帝提供的第三回的奖品，就是热水器每人一台，恭喜你们。有请来自东方宾利的亚洲超模，他们分别是李宁静、李静。